跟大家分享我穿八年束胸的经验，也不是经验啊，就是各种想法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顺便回答一个小粉丝的问题 ：T 为什么都要穿束胸？是因为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个小粉丝有这个问题，我也有这个问题。来回答一下广众的各位，广众的问题。到底跟广众的屁关系？到底关广众屁事？想问你啊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穿束胸不是要模仿男生，是因为我觉得平平的这样我穿衣服好像比较有型，也比较有自信，别人好像就会一直看着我胸部在那边端端的这样。那你就不一样了，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喜欢端端的。我非常喜欢端端的感觉，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在思考到底是要放水球呢，还是要放卫生棉，还是要把桌子椅子还是娃娃都塞进去，这样会比较端好看丢，这样大家都知道我里面塞什么。我会开始穿束胸是小学大家都开始慢慢发育嘛，穿那个什么小可爱的时候，可能小学还没开始穿，但我小学已经先开始穿了，就是觉得别人好像会看我有点害羞。到国中之后我还是特别不自在，觉得好像男生的目光都放在我的胸部上，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东西，它叫做束胸。不穿不知道，穿上去我就觉得世界太平太平，别人不会再管我的胸部怎么样，风调雨顺，让我想起朝阳科技大学中。我个人呢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穿那个厚版的束胸，但是其实那个穿久，你知道，八年了，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整片海洋，不夸张，你们应该就是两个小水池。没有没有，我也是大海洋，因为我版型都特别加厚，所以那个也非常的水嫩，特别加厚，对，就是特别的加厚的。厚版穿久了都真的是受不了，所以我近期想要转换一下，我可不可以穿个运动型的，不要穿厚版？可以啊，可能会有一点点棘手，但是没关系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在找哪一家套头厂商不错的时候 ，ESHA 这个品牌束胸就联系到了我，说他们有新品，关于套头束胸，可不可以请我试穿？不穿不知道，你穿不得了哎，各位，原来套头束胸可以不是跟我以前想象的那样。我第一次穿套头束胸是某家品牌的，我的感想很不好，它特价中哦 ，on sale 哦。2000块，穿三四次之后就松掉了，而且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那个紧的感觉，就这样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这么松呢？身为一个女性的用品也不应该这么松啊，对，它不够紧实，没错，没有那个舒适感。我告诉你，我最恨的就是这么松的东西了，要加紧。ESHA 呢，他们总共寄给我3件束胸，分别是套头半身束胸、套头长版束胸、半身的排扣束胸。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穿这几件束胸几个月下来的感想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这个束胸套头我都觉得很紧或什么，但反而他们不会，这样的服贴，服贴怎么样？我穿上去服到心坎里耶，我的心扒开来，上面写着 ESHA， 没错，就是这么的。第二点，这种套头束胸专门主打什么运动嘛 ？Sport 怎么拼 ？S P O R T， 没错 ，Sport。穿上去之后，你整个可以劈腿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不要拼看看？我是指感情方面哦，舒适到你穿到半身，那你觉得下半身都可以很柔软的劈下去了，非常方便的活动。第三点呢，这个束胸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会呼吸，我觉得我的奶在呼吸。束胸是会呼吸。缺嘛，对不对？有男就有女，有被子就有枕头，有桌子就有椅子，有水瓶就有水壶，有化妆品，有钱就有钱包，还有什么？有内衣就有内裤，有胸部就有束胸，有ES就有 HA， 缺点的其实就是，毕竟它主打就是轻薄运动，所以你穿上去的时候一定会挤突。轻薄运动好黑的话，我还以为你在用保险套。但我觉得这不是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你穿上去之后，你再套一件衣服就不会那么明显。太棒了，真是颠覆我以前对套头束胸的想法啦。我想说挤突的话就是给别人看到很害羞，但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。我再个别讲一下我对他们的感想，像长版的这个束胸，我觉得它做得很好，有一点是这束胸一定是上半身这边都。那他要做长板，一直紧下去的话，你的屁股那边绝对受不了。每个女人都会有个东西叫什么？咔称 S 曲线。那有 S 曲线，你的腰这边一定会往外嘛，
屁股就会紧紧的，尤其是屁股特大。它这个设计就是腰的地方，它这边是紧的，腰这边往外，所以你到屁股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紧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，也不会觉得不舒服，个人是很喜欢。那另外一件就是排扣的束胸，就跟女性的内衣一样，后面是扣。我觉得它针对发育期的胸部是很好的设计，因为如果你胸部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嘛，买套头搞不好你之后又变大了就不能穿了，然后你买这一种排扣，你至少还可以调整。没错，就像我现在正在长大，我也可以穿它。对，你还在长大，25岁以前都来得及，就跟魔鬼毡的道理是一样。但是魔鬼毡用久会松嘛，这个就不会，因为你就是排扣又松，不行，就是长这样。然后它还有很多排，一排有5个让你可以扣。那以上就是我对他们家的束胸还有我个人经验的分享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优惠码，只要输入 WATERU 就可以束胸折抵200块钱，下单直接给你折扣200块，超夸张。我告诉你们，怎么能不记得这个优惠码呢？我说 WATER， 你说 U， WAT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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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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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单就折扣200块，不啊不啊 WATER U， 下单折扣200块，注入 WATER U， 注入 WATER U。那今天影片结束哦，喜欢今天的束胸单元吗？有什么关于束胸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说。想要看束胸，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要穿都已经很平了。喜欢记得喜欢、订阅、分享我们影片，千万不要忘记追踪我们个人的 IG， 还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随时追踪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是瓦特，我来哟，拜拜。知道吗？啊，你个人是松还是紧？当然是紧啊！你怎么这样子问我啦？